主料：包皮鱼250克，辅料：涪陵豆酱、姜丝、葱段、清水、鸡粉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将剥皮鱼洗净，扒掉剥皮鱼的皮，将包皮鱼切块，热油锅爆香姜片，放入包皮鱼，快炒几下，倒入涪陵豆酱和适量的清水，焖煮10分钟，加入适量的鸡粉调味，并放入葱段炒匀，即可关火盛入碟中就可享用了。嘻嘻，烹饪技巧：煮匀时间不宜过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